绍一下，您这次特别对，这是从南投带来的吗？对，南投草屯带来的，这是美丽果的饮料的罐子，四支做成一枝花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永不凋零的花，环保共花，环保莲花，来这边跟黑珍珠结缘。这次带了多少来？84朵。这个就是马普头慈济的家，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芒果树，今天的义诊就会在芒果树下进行，现在志工们都在忙着来准备今天为义诊的，不管是病患也好，大医王们跟志工来准备他们的中午的午餐。 Hello， Hello， Hi， and what are you doing？ We are cooking rice. Oh, yeah.这边是煮开水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在台湾常常讲的花豆。OK， so that rice with the beans, with the rice. 所以这些豆子都会就会放在这些热水里面先煮，煮熟了之后呢，再跟这些的饭啊等等还有菜啊混在一起，但是会变出什么样的佳肴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中午就知道了。这个地方是一片沙地，所以这里的菩萨呢，待会参加浴佛，全部都会打得赤脚，但是这样双脚踏着土地的感觉，其实是非常非常踏实的。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要各项的彩排，其实表情都非常的专注而又淡定。说实话，我也很想把我的鞋子脱下来，踩在这样的一个黄沙土地上。